跟我朋友一块来这一起来拍照的，就感觉就释放平时工作的压力，心情非常的开心，反正就从工作紧张中就是跳脱出来了。这个栈道修得非常人性化，而且它是结合着这景区啊，你可以拍那个大 S 弯往前走，你也可以拍这洞口这个，啊，这个花期呢，它是也是比较长啊，在第一波开完了花，又开花。